觉得最大的关键点还是在于，第一个，我觉得很感谢总部给我这个机会，对，这是第一点。然后第二点是，我觉得虽然一开始的竹南在去年的成绩是非常的很蛮末段班的，那时候是告诉自己，觉得就是想要挑战自己，因为我还记得虎口店老板有跟我讲一句话，在上个月我触动我到现在，他说成功人都还是很努力，那我们自己怎么可以就是要更努力就对了，对，所以我一直也是觉得说不断的就是吸收一些经营还不错的老板们，然后反正现在竹南店就是持续不断努力，一样还是最重要的三个东西关键点要做到，就包含刚刚看到一星评论，其实客人最在意就是餐点服务，然后当然还有速度各方面的东西，对，然后就是希望其实真的给大家给自己最大的目标，还有就是感谢主管们给我的机会，就是我告诉总经理，就是我希望我可以成为苗栗之光，这样希望2024年我可以达到。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那个。